主料，鸡蛋2个，黄瓜400克，辅料，香芋20克，盐，鸡精，葱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准备食材，黄瓜洗净切条，虾米用清水漂净，鸡蛋打匀，放油炒熟，盛出，锅里油热，放下黄瓜，放入虾米，煸炒2分钟，放入炒好的蛋，放盐、鸡精、葱花，煎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黄瓜不要炒的时间长，那些更爽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